你真的以为条条女都可以咁样撩啊？遮咩啫？近日网上有频道发布影片，表示有位女乘客乘坐一 A 巴士时，只有位阿叔突然靠近，无啦啦撩过嚟啊，话俾啲嘢你睇啊，俾咩我睇啊？我睇你遮几耐，我落车笨。我话俾你听，我就系要警告你呢咁嘅人啊，周街撩女，你虾到嗰啲唔敢出声嘅女仔咋，就系要影到点啊？我呢个头落去凳底一笨。事主又话佢亦跟随阿叔落车，吓到阿叔惊到劲跑。影片引嚟网民热议，大赞事主勇敢女英雄，并且批评阿叔行为。好彩唔系小妹妹，吓死人。亦都有网民认为可以即时告知车长，并且报警求助。但亦有网民认为影片冇前因后果，只系事主一面之词，不宜跟车太贴。